由新创业者推出的汉字卡获得台中市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肯定，台中市政府也将这份堪称最有台湾味的礼物送给友邦，带大使们体验繁体中文的魅力。Having daughter and son together, and the meaning is.一女一子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好字，用放大版图卡来说文解字，就是发现外国人会聊天讲中文却不会汉字，新创业者力拼要打开一扇学习中文窗口，外国人能够从我们的象形文字然后去了解我们中文字的意思，很快速的去学习跟了解，每个文字背后都有代表意义，透过还原汉字的演化转变成一张张宝岛汉字卡，获得台中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肯定。这总共组合了1001个这个汉字，那这个这样的一个系统非常受到我们住在台湾的这些大使的欢迎，包括柏流，包括圣文森啊等等，今天有7国的大使都来这边来见证。7国友邦齐聚一堂，台中市府经发局长也将这份堪称是最有台湾味的礼物送给友邦大使，持续向国际推广中文教育。三立新闻综合报道。